大家好，我是富林。啊，很久很久没有拍这个影片了。那近期在忙什么？因为近期就是身体状况比较差一点，然后常生病，前阵子也有住院，然后再就是这阵子其实也是在忙这个环岛公益演讲的事情，所以大概整个7月份吧，就都没有拍影片。那刚好这两天呢，其实我在斗六呢有一场演讲，要到这个斗六高中。所以就想说，诶，既然都到斗六了，不然我们就再去拍一个2天1夜，就特地规划了2天1夜之旅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去斗六玩，然后一样会跟上集谈谈心啊，我们会带各位去斗六一些很著名的景点，必吃必玩的一些景点去，好不好？然后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这次旅行不止我跟陈护理师。还有一位朋友，所以这次的这个旅游是3个人的。我其实还蛮期待的，就是2个人玩跟3个人玩，甚至更多朋友玩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所以个人就还蛮期待这次旅行的吧。那我们就赶快去车站跟他们会合。第几次开车应该有越来越熟练吧？有。而且我们这次租的它其实是有萤幕的，萤幕比较大。哎，它人家倒车有那个嘞，有对啊，有空空的嘞。待会展示一下，待会展示给观众看。没有没有，他这次导航，我跟你讲，这人都一路直走，一路直直通到底，直通到底，直通到底，好不好？完全直通到底了。这次路虎来给观众来教的，完完全全就是一路直直开到底。小餐，因为我们要一开始要吃的那个哦，对啊，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个也是吗？我看一下什么。反正就是什么肉啦，这个就是什么肉这样子。好 ，OK。然后这个是大肠包小餐，啊，因为我们原定要买的那个芝麻鸡还没开，2点才开，现在。1:09而已，所以我们就是先去，我们等于先稍微吃一下，然后去下一个景点之后回程的时候再来买，好不好？是吗？普通，不是啊，它有一个，你有没有感觉它有个有勾味？因为它其实一直在滚。普通而已，好不好？我们这个时间呢、啊，选在那个巨虎坑，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我讲这些话都硬要开上去，因为不是因为现在很热啊，现在很热，然后。因为谷歌在山上，所以我们等于说去避暑。你想太多了，知道吗？待会上去你就知道了，我就会好一点的、啊。
在来到这边是罗莎玫瑰山庄，它就是一个下花园的地方。它应该还有很大的其他地方啦、啊。我觉得可以在现在这边拍个照如何？哎，对，没错，就这样，没有，对。可以开心一点吗？好，来一张。不错，他这边有那个无障碍厕所，但是他怎么？等一下，他怎么底下会有一个小街开？小街问号。我们现在呢决定要提早离开，然后去买这个芝麻炸鸡，因为今天真的是太热了，我满身汗。然后因为这个景点它是在户外的，所以就是如果夏天吧，就真的是会很热。但是我觉得还不错，是它这边有这个无障碍洗手间啊，所以如果是就是行动不便的人来这边也不用担心上厕所的问题，这部分我就觉得还不错，很棒。非常可惜的，我们这个芝麻炸鸡没有开。你刚刚说是几号到几号休息？四号到十号，就是他们休息，所以很可惜，我们这次来并没有办法品尝到这个东西。那因为那会讲这个是因为就是我导六的朋友跟我推荐说来这边一定要吃这个芝麻炸鸡，那我就一样把这个地址会公布，然后就是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来吃，十号之后好不好？那我们就直接去下一个地点了。稍微往前踩一下就好了。怎么了？哦，你在调那个距离啊？我没有调这一台。我也不会。他不知道怎么按。你可以吗？靠北，你讲这句话我更紧张了。往前一点就好了，往前秀一下你的倒车技术哦。没关系，一路进去。哇，极度专业。可以，我觉得够了，我觉得可以的，可以直接回答。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到的这个地方是净水楼台，那它算是斗六一个新的景点，而且看那个 IG 还蛮多人在那边打卡，说是一个蛮热门的一个人气景点，然后它是新开的，因为我斗六朋友其实不知道这个地方，然后查了一下，其实它应该算是近几年才开的，所以我们今天待会就来逛一下，看看里面如何。好好笑啊！
你明天转快点，对，眼睛闭着，对，没错，来，完美，好，到五分。我们来到了这个近水楼台湖畔啊，哦，就这边就是意外的好拍耶，就是这边的场景都很像这个在那种南洋风，然后因为它的名字叫近水楼台湖畔嘛，所以它的特色就是在一个湖上面，然后做很多的造景。我觉得身为摄影师的我看到这些景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因为可能在台湾的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这种景色，所以。我觉得这地方很真的很值得来，然后他这边也很贴心，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门口一进来的时候就放那个防蚊液，因为他们就知道这边就是蚊虫很多，那也确实我们虽然有喷，但其实还是有稍微多多少少被叮个几蒙，那我想如果没有喷的话肯定是会被叮得更凄惨，所以整体上对于来到这地方我的评价是蛮高的，我觉得蛮值得大家来这边，真的是超级好拍，非常好拍。好，我们现在结束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这个狗六夜市，也是很多朋友推荐一定要去看看的。那因为他们两个都有去过，但是我没去过，所以可能我的新鲜感会比较强烈一点。哦，就是也有一些推荐的。那个美食，我们待会就是会去，尽量能买就买。哇，你们看，哇擦！来了，大哥能可以可以。哇操，他太猛了吧！哇，这个太阳。我们现在要前往这个夜市，我们刚刚停好车。其实现在的时间呢是5:30，但是这个。还是太阳还是这么大，阳光还是这么剧烈，也没办法。那其实我们刚刚4:50就到了，但是我们看那个摊位啊，还没有开的很多，所以我们还在车上稍微休息了一下。然后现在已经我们等差不多等就是等了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再下车。好，来，远了，好，下去，哦，下一次，就放下，那什么叫声、哦？是我们的，这是什么饭啊？鸭肉饭，哇，超香，香喷喷，超香，香喷喷，哼，方便的地方啊。好，开动，先从鸭肉饭吃起。哎呦，狗干好吃，吃吃看，狗干好吃，呼呼，超级好吃。这间推，它的笋干跟那个酸菜哦，超下饭的，就是你吃了之后，胃口直接被开启，可以吧？对。
如何？我想他的菜，他的两样菜跟鸭肉都要吃，超赞。嗯，那鸭肉好吃耶。对啊。然后他的菜就是非常的开胃，很赞耶，就这个蛮值得。我们来住宿了，我们今天住的是汽车旅馆，然后这是他们的停车格，真赞。开房间啦。好，我们现在在饭店了。我们刚前面啊，在这稍微吃一下之后，因为我朋友他要搭车回台中，所以就我们就想说赶快送他去，因为他搭六点多的。然后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饭店，我们这次住的是这个汽车旅馆天上人间，超大，你们看到这个整个空间非常的大。然后因为那时候有跟他强调说我们有轮椅，所以就是他的车库是有电梯的，可以直接上来。然后他床这边你看都是平的，唯一就是厕所这边啊有一个小坎要下去，这样子就是下去要比较小心。我们来看一下厕所，哦，这个浴缸超级大，然后整个也都超大。然后旁边这个应该是这是淋浴间吗？嗯，对，这边是淋浴间，然后马桶在旁边这个位置。哦，整个都超大哎，非常大，很棒，还蛮赞的。我觉得这个厚度蛮厚的，这个垫的鞋子，就电动轮椅可能完全不行，轮椅就是要有人帮忙翘一下。好，现在我们就来吃。那首先第一个，我们先吃这个。一口香肠，看，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第一口下去的时候，感觉有点油耗味，可是后面越吃越顺。看，你看那个吃那个表情有够色情的，如何？好吃，你觉得可以啊？嗯，太官腔了吧？哼。很好吃啊。第二个我们就是怕说都是肉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些菜，然后就它这个是盐水鸡的摊贩，然后我们就只点菜，就跟我们一中间传闻人间味道有一点像，是不是味道超香的？嗯，超香。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试的是这个是葱抓饼、葱油饼，嗯，然后什么口味？九层塔。九层塔口味，嗯，好，那我们来再吃吃看。哦，好吃吗？超脆，你听到刚刚声音，超大声的。好香哦。对啊，接下来你开这个，这个是我觉得它很酷，它是一个挂包，炸挂包，它写炸挂包，其实它长得像一个汉堡，啊，其实我是单纯就觉得它很特别，所以我就买了。我们今天点很多，我觉得应该不会吃完，但是我就想说每次来夜市就拍那么多集夜市了，就想要吃一些可能之前没吃过的，所以我才会特别买这个。因为这个刚刚我那个朋友他也有买，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那个里面就是有很多葱，如果你是怕洋葱的人，就像我其实蛮怕洋葱的，我就会可能会避开，就吃起来真的像在吃汉堡一样。我们点的是韩式烧肉，所以它肉是韩式烧肉，可是它其实整个很像，就整个还是很美式啊，就是你看美式才包这样，而且它的姜是会辣的，就是它很多，就是各种菜啊，这样子是好吃的啊。它这个挂包的这个皮啊，这个皮是脆的，真的是脆的，就是很像在吃饼干的那种脆度。还有就是这整体应该还不错，就是如果不要洋葱可以更好。
陈伟是比较敢吃洋葱。你看，还不错哎、欸，可以吧？对不对？可以。柜台打来，我发现我们饭店原来也有附这个早餐，而且它是直接送到门口，所以就是超方便。我觉得这次住汽车旅馆，觉得好像比旅馆，比一般的饭店还要方便呢。因为饭店我们常会睡到超过时间，但是旅馆它直接放在门口，所以你就是起床再去拿就好了，好方便呢、哦。是隔天了，好吧？因为昨天看完比赛太累，然后就直接睡了。那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早餐。我觉得他这边还不错，是他 早餐会直接帮你送到门口。然后就昨天拍的，他的选择其实还蛮多样的。或者是我点的是火腿蛋培，然后陈物理师点的是蛋，然后萝卜糕。那这是我的饮料，还不错，还不错，我觉得还不错，有提供早餐真的还不错。火腿起司蛋饼还不错吃耶，酱菜不错，那他们早餐也不错。离开喽，我们现在要离开退房，然后待会今天的行程就是待会这个两点。我要去斗六高中演讲，所以底下会稍微记录一些片段。那我们现在要先去车站，就是买票、买回程票跟放那个行李、寄放行李。哦，可以。外面好热哦，一出来外面就很热。好，感谢一晚的招待，我们要离开了。其实我觉得。这家汽车旅馆还不错，是真的还不错，就是蛮新的啦，然后也蛮大，然后蛮干净的。这个我待会演讲结束，今天行程结束之后，我会再做一个总结吧。那我们现在呢，要先走去车站，那这边离车站呢也很近。寄放行李，哦，买一罐就好了。好，因为。演讲都会穿西装外套，然后很热，我们打算买一个冰凉的喷雾。耶，陈护理师买了一支小支的刮胡刀给我。啊，买的啥？这是神秘送的。然后我买了一个，不是，买一个凉感喷雾，带回来喷看。看这个天色，感觉会下雨。我看那个气象新闻有说，刚好今天开始好像会有几波锋面。那也蛮幸运的啦，就是今天待会演讲结束，其实我们就要回台中了，然后再回台中的时候再碰碰下雨，就已经算是整趟旅行当中算是最幸运的事情了。
我们到了，就是前面这里，从那个饭店到这边其实很近，就是走路10分钟而已，非常的近。然后刚刚我们已经有先喷的那个凉感的，超级凉。好，我现在人呢已经在这个演讲的会场，各位看一下旁边。那因为我的时间呢是2:30才开始，那现在学生还没有完全进场，所以我算是在这边先等待休息。那就给我们看一下场地好不好？那中间已经有一些学生先到了。OK， 各位，那我们演讲结束，我们现在已经回来台中啊。这次旅程我想要做一些总结，所以因为我怕我忘记，所以我昨天其实在睡前的时候我就打下来。那第一个行程我们去这个罗莎玫瑰山庄，那因为其实夏天的天气真的太热了，所以我们昨天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里面的空间是大的，而且还附有停车场，我觉得这个对于不管是轮椅族还是一般的朋友来说，我觉得都算方便，而且空间也大。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还有附有无障碍厕所，所以轮椅族的朋友去呢也可以不用担心这个厕所的问题。这个唯一说要稍微可以改进的地方，就是它的无障碍厕所的门口是有一个小高度的，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比较矛盾也比较可惜一个地方，因为无障碍厕所嘛，想必就是要无障碍，但是还有一个小高度，虽然说没有很高，但是当然能做平的当然是最好的。整体上那边我觉得也算是蛮好拍照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个人是算推荐的。第二个是我们原本打算要去吃那个芝麻炸鸡，我们一开始到古坑之后原本就要直接去买，但是后来我没有注意到说它是2点才开卖，所以我们那时候刚到古坑之后，我们先去买了那个大肠包小肠。那个人觉得那个大肠包小肠普通而已，比较没那么推荐。那后来我们这个前面的景点结束回来2点多的时候，我们去这个再回到古坑想要去买那个芝麻炸鸡，才发现他们休假，所以如果想要去吃的朋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时间，半月时候再过去。那这个芝麻炸鸡是我斗六的朋友推荐的，然后我其实有大概上网爬文一下，看那个 Google 评论也看到很多朋友都说非常好吃，所以这次没吃到其实我个人觉得挺可惜的，真的是挺可惜的。所以就如果说观看的观众朋友，你们下次有机会去呢，拜托帮我吃一下好不好，把我这次行程没有的算是一个小缺憾，好帮我补齐。好，那第三个我们到这个净水楼台湖畔的森林咖啡餐厅。那他我查了一下，他其实是好像是在去年还前年才完工，所以他是一个算是比较新的一个景点，连我斗六的朋友也不知道有这个景点，而且我连续问了3位斗六的朋友，他们也都不知道有这个景点。但是我那时候在查，其实我会知道这个呢也是很巧，就是那时候在看那个演讲，就是车站到演讲地方的时候，然后无意间在 Google 地图看到那个点，然后我就点开来看，我就发现那边感觉蛮好拍照的，然后上 IG 搜寻就发现那边景色真的很好拍。所以我会知道这个呢算是误打误撞，也并不是说有看网友推荐，就只是单纯在 Google 地图上面寻找的时候看到，然后就觉得这地方很棒，然后就去了。没想到我们去之后真的对它印象太好，那边太好拍了，超级无敌好拍。然后就是你去那边会感觉好像他那边的风格像设计师的那种南洋风，然后或者是泰国风，所以去那边拍照其实真的有一种出国的感觉，所以我个人觉得超级推荐。贴心的是他还有附那个梵文液可以让你喷，对，你就可以一直喷一直喷一直喷，你想要喷多少都可以。然后他那边除了有饮料之外呢，也有一些甜点跟
主食我们只有买饮料，其他没点，但是有看到其他客人他们有点那个主食跟甜点，所以吃的部分那边也 OK， 然后在那边的停车场也够大，就是停车的部分也没问题，所以个人觉得斗六这个真的是必去的景点，这个景点太棒了，非常非常棒。再来第四个景点也是我们的最后一个行程，就是去这个斗六夜市。那在去斗六夜市的时候，其实我车上不管是陈慧理还是我另外一个同学，他们之前都去过，所以他们知道人很多，所以我们才选择在五点的时候，就是夜市一开的时候就去，因为毕竟坐轮椅嘛，有时候人多就不太方便，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影片好像感觉没什么人，然后蛮空旷的。这也是因为我们时间，我们是故意选择很早很早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想引起人。那夜市的东西我们那时候买回去饭店吃，个人来说我这次买的那几样我觉得都还不错。我们买一个烤鸭饭，然后一个炸挂包，然后葱油饼，然后还有买那个一口香肠，那这几个我觉得都好吃，就是没有，我觉得没有踩雷的。然后还有买那个盐水鸡的菜，我买一群菜是因为我们很多肉，所以想说要买个菜来吃。那我觉得那一道也不错，就是整体上完全没有任何雷的，都非常棒。那如果说要挑一个第一名，就是葱油饼，又脆然后又好吃，所以我觉得如果朋友你去斗六夜市一定要买那家葱油饼，太赞了，太赞，超级无敌好吃。只可惜那时候我们买完，我们是会有返店，所以有稍微冷掉。但是它冷掉，咬起来还是超脆的。面已经冷掉了，还这么脆，想必它热的时候一定更好吃。所以超级推荐，非常非常之推荐，你们一定要去买，这个太好吃了。那再来就是讲到饭店的部分，因为饭店我们这次住这个水上人间，它是一个 hotel。为什么这次想要住 hotel？ 是因为我们搜寻了一下斗六附近的饭店，其实都比较有一段时间的。那陈护理师他本身呢，就是他会怕，所以我们想说就这样找一间比较新的。我就发现水上人间这个 hotel 算是比较新的，所以就才选择，才会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旅行都是住饭店嘛，这次是住 hotel。那我觉得印象也是非常好，因为非常大间，超级大，然后环境干净又整洁，而且他们早餐直接送到门口，我觉得超爽。因为我们之前跟陈护理师去的每场旅行，几乎早餐很少吃到，因为我们每次都睡超过那个早餐的时间，所以。你刚刚偷笑什么意思啊？偷笑什么意思？因为他这一次整体上就是他早餐会送到门口，所以呢，我们早餐不会有吃不到的问题。那我们他的早餐我觉得也好吃，不管是我的陈护理吃的，我觉得好吃。他可能是跟附近的哪一间早餐店配合吧，还是说是他们厨房的？我不知道，但是是好吃的。然后环境很大，空间很大，我觉得有时候住这种汽车旅馆其实还蛮享受的，因为他。就是讲究是造景嘛，那你出来玩其实就是要享受那种来玩的感觉，然后它那个造景就是很漂亮，然后空间又很大，整体住起来的感觉就会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同时我们刚好来住的时候又遇到这个羽球金牌战，恭喜台湾得了金牌，赞啊，超赞，这也是让这次的旅行添加了一点更兴奋更开心的元素在。那再来就是到今天的行程其实就单一啦，就是今天主要的行程就是演讲，那也是因为演讲所以我们才会来斗六，想说来玩，来提前来一天来玩。那我觉得演讲到现在这个办这个公益环岛演讲其实到现在受益良多，且也认识到很多很多的朋友，新朋友。那现在想想也觉得说，透过这个环岛公益演讲让我可以有更多机会到外县市来玩，不管是上一次的台南旅行也是因为演讲关系，所以才来台南玩两天一夜。因为就是之前就一直抱持着说，就是去外县市玩就没有那个动力吧，因为就知道说可能会一些东西要克服，所以都一直长期都是只有台北高雄两个县市。然后因为透过这次演讲的因素，好让我们可以到更多其他不同县市来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动力，好吧？那么这次这部斗六行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那希望你们看了会喜欢。那前阵子其实有观众有推荐我要去高雄，还有苗栗，那这些外县市呢，相信我之后也会去那边拍两天一夜系列的，好吧？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谢谢你们的收看，我是傅林，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按赞，然后有什么想要跟我分享的。
可以在底下留言，或者希望我去哪边玩的，我推荐的饭店、推荐的景点，通通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好，我们就小公园再见喽，拜拜。